国园区的配套工程世博村已基本建设完毕，进入最后的交付阶段，预计到今年底所有设施将配套到位，明年初即可正式迎接各国的参展筹备人员。记者看到，位于园区内12幢现代化设计的世博公寓楼已装修完毕，绿化带、游乐区、景观河、游泳池也已清理完善，世博村俨然像个环境优美的生态公园。由于近江而建，从公寓楼上可以清晰眺望到黄浦江及沿岸景色，届时从世博村到中国馆等主要会馆场所只需要5分钟左右的车程。据介绍，世博公寓楼充分体现节能环保理念，采用太阳能供水，低层房间提供地加暖设施，所有房间墙面都是具有保温功能的环保材料建成，并且创新地引用了同层直接排水的污水处理系统，使得公寓卫生区域保持独立且干净环保。占地12.58万平方米的世博村共配置近700套标准套间，世博会期间将接纳1000多人入住，主要提供给外省市及国外参展的工作人员。预计到今年底，所有的楼内配套设施将全部到位，明年初商铺、药店、咖啡馆等生活区域也将陆续开放。记者王勇报道。